假设网站是服务器的，可能做网络电视台的，制作资料库的，做学生用的光碟，查英文啊，查生字啊，万文英文的中文的简明字典啊，资料库啊。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请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30项创业量表，人格特质：一、决心是否坚定，还是只想试一试？二、你的健康状况如何？可否投入具挑战性的工作？三、主动积极的程度。四、是否擅长解决问题，化繁为简？五、是否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？六、你有一颗愿意终身投入的专门领域吗？教育服务30项创业量表，工作能力：七、你对交易处理是否保有弹性，还是说一不二？二、面对工作时是否能排列优先顺序？三、你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吗？四、你是否有清楚的事业目标与达成的方法？十一、发生问题你会面对吗？你会负全责吗？12、你是否准备了营运计划书？30项创业量表：组织与资源。13、你的家人支援你吗？14、创业团队组成为何？公司未来组织如何？15、你能否掌握公司营运的管控点吗？你能掌握公司营运的管控点吗？你能掌握公司营运的管控点吗？16，是否有企业咨询的对象？17，事业的适法性与各项法律问题有否对策？18，你的上下游供应关系完整吗？30项创业量表：行销力。19，你对产品或服务的内容够了解吗？12，你擅长销售吗？喜欢销售工作吗？21，你了解如何去做市场调查吗？12，顾客在哪里？需求是什么？23，价格是不是你唯一的行销武器？24，面对竞争压力与挫折，你能否因应与调试？30项创业量表：风险与财务。25，是否具备基本的会计能力，并有数位概念？26，资金是否足够？如无法损益，可支援多久？27，营运风险，有否考虑结合保险来避险？28，你了解财务三表吗？29，你能做到每日结账吗？30，你能面对失败的状况吗？30项创业量表 Q&A， 财团法人台湾服务业发展协会，有 email 有电话台湾华人社团华人台湾服务业发展协会提供。